不是说你们不带下杆，只带下杆而已、啊。你带下杆干嘛？我怕把你下杆弄断。大家好，我是 KP， 这脚对在我脸上吗？应该有吧。现在有了。啊，那今天跟木木要去钓虾。那钓虾之前，先来检查一下车轮，因为最近我们海线这边有很多人丢钉子啊，一堆人中奖。我目前警察是说已经找到那个了。我要去跟他约谈，说为什么要丢钉子，还是故意还是不小心的啊？就先看一下。那待会去跟木木要去长荣，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应该也只有长荣那边有办法钓三个小时，不然就要跑到台中市区去了。啊，最近都有出门钓鱼，所以然后看到就休息，检查一下车轮，那超多的，在地社团超多人的车轮中奖的。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。待会见，拜拜。手受伤。好了，我跟木木到了。那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，近一点拍。到长龙了。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，因为拍摄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一个人钓，一个人拍。那我们开一杆，一人钓一半。然后等一下看比赛，钓一下支数，看谁比较多。然后输的付开杆费。OK。好 ，OK， 我是觉得我输的几率比较大了，应该是不可能的、啊。很久没钓了，我更久。好了，我们就开今天凉水深开单了。啊，摄影机钓好了，来用装备，然后凉水深，几百年没有钓虾嘞，反正食指少一根呢，操作东西差很多呢。今天煮晚餐的时候就被菜刀碰一下就喷血了，我在想我大概可以偷懒吗？偷懒，帮我剪那个剪耳根剪虾。只要你要钓得到啊，呛哦！至少两个人钓三个小时，看有没有个二十只差不多。啊，钓虾比较不会像钓鱼一样完全没动静。好，去开单。有动静吗？没有。然后我还一边在念说，不知道 KP 会不会带网子过来。啊，靠腰啊！网子完全没动哈、哦。对啊，倒数一个半小时之后换你。支数应该我们不用分开装吧，就用记的就好了。对、啊，用记的就好了，应该没那么难记了。钓不到几只的、啊，不用记。开始就在唱衰，投降输了一半，我们演出一半。你KP开始钓，我好久没有钓虾了。来看讯号，有动静哦，动静吗？是哎、欸，来了来了。看，第一个就放枪，完全没碰到东西，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哦。应该是冲着走，拿着走的吧？哦，应该不是吧？是吗？再稍微带到刚才那个方向，我是觉得不是啊，要吓我们。有沉下去就是了、啊。你看看你。是不是？是哎、欸。那我教你干嘛？我们这是交流啊！谢谢你哦，还帮你解虾啊、哦！今天的母虾蛮大只的，好、哦，有木木帮解虾真好。好，就先放这边，等放虾了。再拿起0.5。啊，怎么没有虾要撞一下我呢？等下就来了，等下就来了，不用着急。大哥推 KP 一把，小江哥教我的好不好？欸、这是小江哥教我的。哦，好脏哦！哦，今天不然被菜刀划到。啊，就是今天没钓鱼，然后被菜刀划到啊。行军，行军，卖照，卖照。都跟着他跑，掉掉掉掉掉，没有其他人可以这样乱跑，掉掉掉掉，哎、欸，
掉了啦，对啊，掉了。我以为他有兴趣想要吃一下，我想说跟到那边，然后封住我就要打了，结果就没了。我要有狗头、哦，你觉得好像有？来了，有吗？有哎、欸，哒滴哒滴哒，啊是啊，我打，我感觉没东西。我今天放枪率那么高啊！阿兹雷哦，阿兹雷是什么？没中，没中，没中。那边有下，那边有下 ，Go Go， 下去了吗？来的，还没。你要下，我在勾饵，很紧张。在夹呢，没事。哦哦哦！完全没碰到东西，我一定要把这只搞起来。可是你被水流骗了，应该不是啊，水流不是长那样子。哎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拖下去了。我干真的，我以为你不干过。啊，这个中了啦！给他吃久一点。啊，过久了，中了。20分钟三只，不太优，主要是放那两枪浪费掉那个机会。我靠，那等下不就剩我一杆？一杆感觉很难掉、欸。哦哦哦哦哦哦！赞哦，他吃很久呢。这只如果最后我们差一只就扣掉。小江哥有动静吗？欸、靠腰啊！等一下，那边还有一只，那边不行，用手抓，用手抓犯规。我回来了，扣两只哈，两只不是我打的，没有啦，小兰哥帮我拉两只而已啊。哦 ，KB， 有啦，怎么要换你？看起来很像哎、欸，怎么要换你才这么忙？四分钟。还被水被水压，再洗一只我就满意了。下课下是不是？对。1分13秒，还有一只的机会，加油加油！哇，怎么做单钩？刚才忘记钩饵，分秒必争的时候浪费时间。来看一下这个洞还有没有在一只。2 1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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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号哎、欸，算吗？给你啊，好啊，来我带一下，好不凹了，给你。2 4 6 8，哎，4 6 8 10，刚好十只扣两只，我掉八只。哦，好喽。等很久哎、欸，你这样再拉三次就赢我了。有还没有？再四次。来，十称十放半斤，走吧。啊，有到半斤吗？哦，看一下，长龙这边都是十称十放，然后那个孔叫什么？
统重已经扣了，好，感谢你，木木加油，木木加油，木木要输了。木木的第四只虾虾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不是假讯号。有，这线对你来说太长，也不是啊，这我说太短了。第五支还有32分钟，这三支就被追过了，这三支打平，第四支追过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会输哎、欸，32分钟四支很有机会啊，有他赏脸。啊！也要他赏脸，赏脸了，靠腰。嗯，有了，第六只，希望那里躲的不止一，不止两只，把它掉光。跟母母像差两只而已，还有30分钟，30分钟差两只，让我输定了啊！稳了，稳了，这只稳了。喂，还是乌鸦嘴？哎、欸，锅鱼哦，吃浮起来了，这然后干鱼游起来，咬住游起来，然后拉下去，差一只，差一只平手，母母还有大概20分钟。抓我一条，哎、欸，勾到什么东西？勾到人家的天平，你赚一组天平带回去用。但难怪我觉得有重量，欸、这个也算一只吗？但不算啊。嗯，差几只？啊？只哦，差一只打平啊。哎哎哎，真的来了，这很像鱼啊，靠腰哦。什么鱼？鲤鱼啊！哎、欸，跑掉，还在吗？还在，还在。啊！追平了，木木再钓一只就赢我了，又有。让这一杆我要被超越了吗？看一下讯号。哎哎哎！不妙。这样漏了一盘。坏掉，坏掉，坏掉了！它要沉下去了吗？沉下去了，它进水了。目标进水了，它怎么越跑越远，越跑越远？还沉下去，像这种号我都超没把握的。啊！哇哇！决定胜负的一只，还有8分钟，耶！现在就要看你能不能追到小江哥的两只。现在是总共篮子里面有19只。哎、欸，我上次跟你一起出来钓，我也是输你一两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每次都输你一两只。我跟你的差距就是一两只，追不回来。不会，那就差一点点而已啊。输赢就差很多了，第一名跟第三名、第二名差很多，跟有没有进决赛差很多。也是。默默的第十只。来，下课虾。
时间到了，快把东西收一收，做整理。拍一下他，看一下下课下会不会中，因为那个讯号在墙角拍不到。我是觉得还 OK 啦，原本目标就定20只，差一只而已。可是我都是打陛下比较多，好像是、欸。没关系，重新录影。刚刚包把那集有录到，只是没声音而已。现在来称一下虾，这个刚刚起来的，没有意外是19只啦。先看一下只数，不要不用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我多掉吗？难道我们平手？没有，我回去看影片，这就知道了。哇，差一点，一斤半，差一只，没关系啦，差不多了，那可以了 ，good。好，那输赢就等我回去剪影片，我在片尾跟大家讲一下了。好、啊，我去拿袋子装。是我多一只，可能是你多一只，也有可能是我多一只。谢谢。好的，最后剪片的时候看是木木十只，我八只没有错，我们都少记了木木的第十只，所以总共是我输两只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此了，最后看一下谁输谁赢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今天只是我们跟木木一起出来玩，没有特别要做什么主题，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